但是交流平台上有球迷在问这场比赛的用球是不是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啊？确实是，没错，咱们翻译过来应该叫做普天同庆，感觉这个球号称是史上最圆的皮球。但是你看今天雨果略里啊，作为法国队的这个门将，就是抱怨最多的，那感觉这个球像沙滩皮球，就是太飘了。没有罚是不是先停一个上要换的这意思啊邓卓翔啊要换等一等说罚完这个球再说啊哎呦这脚球进了中国队进球了再回想到邓卓翔啊刚才做出的这个手势不换人就对了对了真对了、啊、让人吃了一惊啊再来看一下啊，邓卓翔这脚球罚的，雨果略里啊率先应该是交出了，哎，你看慢动作